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Gigi 严明熙，踏入龙年，想喺度祝大家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。旧年嘅兔年咧，工作上面自己有好多嘅新尝试，最难忘当然系开咗我人生第一次嘅售票演唱会，所以真系非常之荣幸。好开心可以见到大家，兔年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难忘的一年。至于龙年呢，除了要勤力啲读书，考得一个好的成绩，工作方面都希望自己有更加多不同的突破。而且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就是出一张个人的大碟，希望可以遇到不同的监制制作人，亦都可以遇到自己喜欢歌迷和听众有喜欢的歌。因为真的要出一张大碟啦，所以要好多好多首歌，而且今年真的要更加努力，而且好努力再更加努力，和身边的音乐团队都要更加去紧密地去合作，所以希望龙年可以完成到我这个心愿。不过大前提都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因为去年自己患了流感，发烧了几天什么都做不到，还有家人和 fans 担心我，所以今年龙年都要祝自己身体健康，继续做个真的汉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igi 严明熙，在这里祝大家龙年身体健康，好事连连，恭喜恭喜。你做咩攞住个咸水角嘅？茶包嚟嘅呢个？唔系啊，下午茶嘅咖喱角嚟嘅。乜嘢啊呢个？系咩事啊，妹？你解释下先啦，妹。我哋抽个主题。逐个抽一张，好。逐个抽一张。抽一张，好。我想话咧，农历新年咩呢个着成咁样？佢唔系听贺岁杯，佢听贺岁杯嘅。好正啊！我哋逐一揭晓你。好，逐一。哦，黐字。黐。嚟啦！啦啦啦啦。虎。星啊！竹星啊，竹竹星仔，即系咩？四个字要变成一句嘢，定系每人一句啊？每人，但系要有呢个字喺入面。哦，如果唔系写嚟做乜嘢啊？冇噶，你试下摸啊，不如。黐咗呢个，定系呢个字？祝大家黐 dragon， 因为今年系龙年，希望大家咧可以黐到啲福星。咁佢就會拱照你噶啦。OK， 好啊。咁我祝大家萬事都嗱嗱嗱嗱啦，任何嘢咧可以用嗱嗱嗱嗱咧賴過去咧，所有嘢都會開心快樂好多嘅。開心，開心。你啦，祝大家虎虎生威，精神精神。龍年喎，好似龍咁精神。祝大家放聲高唱，開開心心，同埋步步高升。你係歌星嚟嘅喎，你可唔可以唱啲歌俾我哋聽 ？My heart will go on。你一首新年歌曲啊，係啊，好運來來來。舊年㗎啦，我哋好多人都想聽。係啊，舊年㗎，龍有過年，龍龍龍有過年，幾好啊都。好啊，祝大家開心心，最緊要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。好，原來係呢部鏡頭先啱。我哋系十八楼师座，我系的士高，我系张德美，我系孤寒大，我系武牙三姑，我系周老板金刚，我系后栏皇后长嫂，封王封后，祝大家龙凤呈祥，我祝大家长稳长有，波马亨通，龙马精神，我祝大家咧神通广大啊！希望保佑大家咧个个都中到几千万嘅头奖。我祝大家奖金奖品齐齐拎，知书识礼，人人撑。我祝大家撑楼市、撑股市，大家赚到笑，呢、这个都系 common sense。喂，英文都得嘅咩？诶、哎，用英文接龙呢、这个都系 common sense 嚟嘅啫。哦 ，common sense 声啫嘛，边个咁我大声先？我今年90岁噶啦噃，吓、啊！如果以十二生肖嚟讲，系十二生肖啊！十二生肖，哇，用90×12，哇，七转又多啦！吓、啊，讲起龙年咯，啱啱踏入咧就系龙，有问题啊！佢啊，周老板又可以九龙咧，咁啊，仲有九龙九嘅嘢讲啦。嚟嚟嚟嚟嚟嚟嚟，九龙整咩？周老板，周老板，周老板，诶，我哋嚟个 round up 啦，好唔好啊？好。我哋十八楼师座55年，祝大家龙年五福临门，五福丰登。诶诶诶，讲你嘅五字咧，仲有咧五体登科，又嚟又嚟，五世同堂，五代同堂，
五一如五，五二得一。十五三一十五，五四中二十，五二十五，五六中三十，五七三十五。